我记得2006年的夏天吧，我去这个带上海几个摄影师去爬那个拍摄那个博格达峰。那么当天晚上我们要就在博格达山的脚下，在那个塔塔尔族的这个土房子里面，我们先过睡一夜。那家人讲的就是我们的向导，跟着周围的这些一些邻居们啊，为我们举行了很盛情的这个欢迎仪式。这个塔塔尔人呢，他们的这个音乐舞蹈细胞很浓的。那个女人呢，舞动优美的腰肢啊，伴着这个男子的这种强劲有力的这种踢踏舞啊，然后拉着手风琴为我们这个唱歌跳舞。我们吃着他们的羊肉，喝着伊犁酒，大家一醉方休，非常的高兴。的民族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博格达峰是这个塔塔尔的神山，他们希望把这个神山这个展示给大家，把神山的美带给全世界人民，所以这是他们的心愿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把我们这影像博格达峰。有些上海摄影师都不会骑马的，第一次到新疆，第一次去爬山路，我们摄影师坐在马，骑在马上，他们呢在下面牵着马走，等于是我们骑在马上走10几小时，他们在地面上要走10几个小时，牵着马，这是很感人的。傍晚时分，博格达峰金黄耀眼，在金色的光芒中，它又被一丝云雾缭绕。大家都很激动，因为这个。在博格达峰上面，有时他们新疆的摄影家有时上去待3天4天都看不见的，遇不到很好天气。我们那天真是运气非常好，是从上去的时候，整个天气就非常晴朗。下午我们拍到了个云雾缭绕的这个博格达峰，到傍晚的时候，太阳西下的时候，那个阳光啊从西面那个金黄色的阳光把整个博格达峰照得通体透红。就在一片金色的灰茫当中，非常美。那张照片已经被这个上海美术馆收藏了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对他的一种交代，对吧？